小姐，你知道这边开出1000万的那个奖金吗？知道啊，昨天有看到了。谁买了？你们有没有在问说谁买到？我有先查自己，没不是我。不是你、啊。我都来这边买到，那个是不是我？啊。在查谁买到哦？哎呀。我可能会告诉你。你说他买了这种东西，威德胶原蛋白，那啊那个一箱就是84块的，对对对，两只就84块，对对、哦，有听昨天开讲出来，有听你们同事在讲吗？同事有稍微讨论一下，但就是不、啊、也不用太张扬了，对啊，比较难以置信啊，是是啊，你们这边通常是在地人还有游客是不是？在地人跟旅客吗？在地人比较多。胶原蛋白，那个会是在族群的会买，游客啊，哎对，